山西高校墙面被各类爱情誓言破坏。2018年9月9日，山西太原山西大学西门广场东南角校友捐款碑及碑亭处碑文上以及墙内被画满各类爱情誓言。来源媒体视觉中国。从墙面上看，有的是用刀刻的，有的是用笔写的，还有一些彩绘图。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不少学生表示这种不文明行为难以接受，应当受到谴责。现场图。